班长。小毛，不要难过，写封信告诉我老婆，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。班长，我背你走。我命令你快快走。好，班长，我替你报仇。不见信号，会不会连长，我在家好了。Thank you.
天快要亮。队长，怎么办？陈主席，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，让他准备30门大炮，不，40门大炮，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，一定要消灭他。是。署长，赶快打信号，红色3发。连长，怎么没有回答？再打探吧。是。